玩的job，其他人你没上班。即係喺今朝十點十分就睇咗呢出《超人特工隊二》，睇咗兩個鐘頭。由十點五十分就睇咗十二點五十一分，即係套劇，即係嘅內容都係繼續《超人特工隊一》嗰啲內容。佢就話最即係最尾嗰時就遇到呢個地下奇俠啊嘛。即係第一開頭繼續翻嗰個 part， 咁但係成個其實都係想打敗呢個叫熒幕怪客嘅人，不過真係兩個鐘頭好耐。你覺得成套劇幾搞笑？即係呢個熱帶風暴山神咗之後，就已經好熱嘅。在8月28號和8月29號，化學科即是選修化學科就是要教書，即是這裡是要上學的。我心想為什麼要選在暑假最後那幾天才是沒有呢？為什麼不選在開學週才沒有呢？開學週即是所謂就是你早放，即是準備一下上學。呢、這個開學週完咗之後就會準時翻學嘅，唔係就全日上堂，全日上堂嘅日子係比較多。點解要揀？點解要揀喺暑假先嚟補咧？點解唔揀喺開學週？唔係點解唔揀喺呢個正常？補課，正常補課唔係正常上堂都日子比較多，唔係好似中六嘅喎，因為中六都係一月幾就已經完結嘅喎，嗰個考試唔係嗰個教書已經係放假喎。我記得每年中六完咗之後都要去一個。中途嗰個咩聚會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去呢個九龍灣海日酒店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要著住西裝去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好似去飲一樣。但係九龍灣海日酒店係比較遠，你要坐地鐵去九龍灣，跟住行過去。我記得，因為我每次見到每屆中六都會去呢個九龍灣海日酒店。即係咁啱睇呢個法，唔係呢個《超人特工隊二》，我見到亦有個配音員，我聽到好似係羅蘭茲嘅配音，即係嗰個彈弓女同佢講嘢嗰個，即係直升機救佢出嚟嗰個，就係羅蘭茲嚟嘅。
而那個彈弓裏面的配音是楊千嬅的，因為我聽完聲音一定是一定是他，因為我記得那個配音好像有楊千嬅，好像我而家就習慣咗由呢、這個嚟呢、這個平下下村，即係呢個石步路嗰啲地方，由天水圍跑過去洪水橋。如果你跑過好習慣，你對你甚至好兜好遠，一定係喺從天水圍西站跑過去蝦尾村嗰條路，然之後去洪水橋嗰條路跑過去。但係我跑過嚟路比較快捷嘅。跑了幾分鐘就即刻到洪水橋輕鐵站，因為那條路同洪水橋輕鐵站接埋一齊啦。成日暑假冇嘢做，諗唔到啊！放暑假又悶啊！知點解永遠都好悶？放得暑假，一冇嘢做，自然好悶。呢個係自然現象，但係冇乜地方去。我先頭又去香港大食飯，之後行翻嗰條路，但我見唔到嗰兩個人就坐喺度食煙。即係每次如果早餐一經過，即係 KFC 經過嗰條路，一定都見到佢兩個。我啲暑期功課，不過我都諗住八月幾先做，太早做好似又唔係好玩，唔係應該唔叫好玩，應該係太悶啦。如果太早做嘅話，所以唔做啫。即係之前出去睇人流比較少，喺銀座嗰度。